今天是2019年8月7号星期三，我们是在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，这个国家公园的名字叫Stuffed Rock State Park。 然后我们看有很多的，这边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景观。挺好看的，这个地方挺好看的，真的，比刚刚的。